dark, there you'll be. With fire in our eyes and life's a lie. Your love untamed is blazing out. The streets will glow forever bright. Your glory's breaking through the night. Woo!
现在我生命，我渴望你荣耀，我渴望你荣耀，好我保留彰显在我生命，全心的向他唱，我渴望。双手，越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发现你所思的、你所想的、你所走的每一步，都要成为神的荣耀，都要显出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，Yes!
把自己摆上，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摆上。让我们把自己摆上，在上帝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上帝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倾倒我自己。我要用完全的我交换完全的你。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上帝，我们要来看上帝为你做什么大事。当你再一次把自己摆上，上帝要用你来翻转这个世界，要来翻转这个国家，改变你的校园，复兴你的小组。当你踏上那个祭坛，成为引爆点。
面，神的火焰要再一次的降下，圣灵要再一次的充满你，要来荣耀神的名字。我再说一次，当你踏上那个祭坛，圣灵的火要再一次的焚烧你，来荣耀神的名字。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摆上给神。我们数到三的时候，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，踏上的祭坛。他的羊，对，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小组长们，就是你们服事领袖们，所有的任何的服事领袖，影音的招待敬拜团装法，所有的服事领袖，你就高高举起你的手，还有小组长，因为你已经踏上那祭坛了，我们就是要来为你祷告，其他人可以转过去伸出你的手为他们祷告，不要移动没关系，也不用碰到他们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祷告，求神要再一次的焚烧他们，求神要再一次的给他们敞开心，他们给他们新的启示，求神要带领他们到新的境界。哈利路亚，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拉巴沙格拉巴。祷告，就是我们要继续的为武汉肺炎来祷告。基督徒不是只是说说，基督徒不应该只是看看，基督徒就是要站在那个破口当中去堵住那个破口，基督徒应该要踏出那个行动，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可以来祷告，我们把那馨香的祭酵放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武汉肺炎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拉巴塞格，拉拉巴，拉拉巴塞，拉巴塞，耶稣赞美。求神来医治，好嘞，为所有感染病毒的人来祷告，不管他在全世界哪里，都为他们来祷告。好嘞，求神要医治他们。
要跟旁边人说神配得，神配得。感谢主，神配得我们一切荣耀，一切赞美，因为他是耶和华，他是那无所不能的神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等一下数到三，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我们要给你一份东西，然后呢，请你填上你的资料，让我们好更多的来认识你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其他人你们应该都知道该怎么做哦，我们就是要热情的去欢迎他们。准备好，一二三，请新入朋友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哇，这边有一个，欢迎他，欢迎他，欢迎他，耶！感谢主。感谢上帝，很开心，很开心你在我们的当中，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最近呢？小组教材就是有一本书，它叫蒙福人生，它就是带我们进入那蒙福人生的当中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。那其中呢，也教导我们奉献是一个生活方式，所以拿出你的奉献，准备好，用心去准备好。如果你也需要信封袋，可以举起你的手，我们的同工会来协助你。准备好你的奉献，拿在你的手上。我们用心去做奉献，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态度。我们一起低头闭眼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耶稣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所有，就愿你，求你来悦纳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同工可以来收奉献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纽斯。